大家喝茶。你们记不记得那个？你们记不记得老师说要罢教这件事情呢？还记得吗？我说那个今天没有500个人上线的话，我就不教了。然后我们现在有180个人吗？然后你们每次都骗我说，其实每一个镜头后面都是那个4个人起跳啊，所以老师你不要太难过啊，反正4个人乘以。现在快200个人的话，就是800个人啊！你们都这样骗我的，为了证明你们没有骗我，那你们把你们后面那4个人，你们后面那3个人抓出来给我看看啊！不过我跟你说，那个，哦，真的有，好，有了，那边哦，加起来4个，有些人有了，好，那个我们来好好的上一次课，先这样好不好？我们大家先摸摸良心，来，你们每个人都摸摸良，快摸一下，摸摸良心好不好？我想谈的一件事情是说。我们良心说，这一次是不是要学真的？对不对？我知道你们现在有200个人在线上，我知道你们是想学英文的，这个我知道啊。然后这绝对不是你第一次学英文，这不是你第一次了。然后你们显然你们之前觉得学的没有那么理想嘛，没有学到你想要的那个东西啊。那你之前没有学到你想要学的那个成果，我觉得师生都有责任啊，就是教你的那个人嘛，你上次学英文的时候教你的那个人有责任啊。然后你们自己嘛，对不对？各位同学，你们自己也有责任啊。那这一次换了吗？这一次你上一次学英文的时候的师跟生换了，那个条件换了，上一次的老师不是我吗？那这次换了我，可是这一次的学生也应该换了，就是你们嘛，你们应该换啊。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摸摸良心说，你这一次是不是要学真的嘛？就是你如果要学真的，那就。我们就玩真的嘛，对不对？啊，你们都知道我，尤其是我的团队啊，尤其是你们都很熟悉的李大千医师啊、部长啊，我的团队，反正我的团队，你们知道我们是在玩真的。那今天是前4堂，还记得吗？我们这个课其实是有14堂课的，然后在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我们改成线上的课。然后我教了一辈子的现场课，我很想确定我线上也能够提供同样品质的服务，所以我就说你们给我1个月的时间，你给我4次上课的时间，我来以身作则，我把这件事情学好，我把它学好以后，前4堂课是加课嘛。前四堂课结束以后，第五堂课你们可以自己决定要不要继续付费跟我上课嘛。然后如果疫情得到控制的话，我们就去回到台大去，我们所有人都可以相见欢，就可以见面了嘛。那个大的架构你们要理解啊，这就是这堂课的脉络是这样子。然后我再跟你们谈这堂课一开始跟你说，你这次要玩真的意思是说，你看我是不是？我今天上第3堂课啊，我的第一堂课在网络上你可以看得到，我有2个小时嘛。我的第二堂课我也放在网络上，你也可以看得到。然后今天是第三次上课嘛，
你如果去看我第一堂课，再看我第二堂课，再看今天的话，你会发现我演化的速度很快，我的团队的演化的速度很快，我们一直在进步，我们是一堂课一堂课一堂课在进步的嘛。那今天是我们最进步的那一次啦，因为这是最新的课嘛。那我可以跟你保证，我第四堂课会比今天还厉害吗？问题是，问题，老师要骂人。问题是，我变了，对不对？我一直进步，我一直超越，我一直进步。可是你们要进步啊，你知道吗？你们要做作业。你千万千万不要以为有你碰到名师啊，你碰到很厉害的老师，千万不要以为你碰到厉害的老师，你英文就有救了。拜托拜托拜托，我知道我会，我知道我是那个很厉害的老师，我是名师，我也知道我的方法那个体系是对的，这个我知道。我也教了很多的孩子，很多的学生，但是他们不是每一个人都把英文学得很好哦。差别在哪里？你们说看看差别在哪里？啊，要讲啊讲啊讲啊，不认真。差别在你要认真。That's it， 你就是要认真上课。我说的功课你就是要做。我出的作业有多么的简单，你们自己摸摸良心就念 Amaus， 就这样子。我可以保证你可以把英文学好，你们也不做，那不行啊。因为我的作业不可能18堂课都那么简单啊。我们要先暖身，慢慢慢慢建立一个 tempo， 节奏感，建立了节奏感，然后我们师生之间建立了信任的关系。然后最重要的是，你要了解这18堂课乃至于接下来的18年你到底要学什么，你那个东西要先确认下来，然后我们才能谈到每堂课每堂课每堂课在上什么嘛。那个最大的架构叫做我们学英文要从三个部分来学，一个东西叫做语，一个叫做文，一个叫做文化，也就是你要对你的语音呢，声音要会，文字要会，然后文化要有，好不好？最大的那个架构叫做语跟文跟文化嘛。你了解这个大架构之后，你来看看我今天的墙壁上贴的东西有没有？我们今天上课会分四节嘛，非常清楚的四节。你们这200多人要去分享给你的朋友的时候，你看这只 Jiki Chu， 你看 Jiki Chu， 你看他，你在录影的时候，你看到他，你就知道现在在上的是什么吗？于是他就不会觉得你在浪费他的时间，因为这个社会上招摇撞骗的英文老师太多了嘛，你就不会让他认为你在浪费时间，因为他顶多浪费几分钟。25分钟啊，因为这25分钟我会讲什么？我会讲言所欲言的单字嘛。然后我们在25分这边是不是30分？这中间是不是有5分钟休息？你们就去休息，喝水，上洗手间。然后7:30到7:55的时候，我们要学什么？我们要用言所欲言来学文法嘛。然后再来是西方经典谈文化嘛。然后最后就是我们开始来谈今天这三节课的你碰到的问题，还是上个礼拜的问题。OK， 这个大架构大家是知道的、啊、可是这个所谓的大架构其实是小架构嘛。真正的大架构叫做语跟文跟文化嘛。啊，那个真正的大架构还不是真正关键的成败嘛。那个成败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人提出语跟文跟文化，然后有没有人这么认真的做这件事情，那个不是成败的关键啊。因为那只是成败的一半嘛，老师嘛，师生嘛，对不对？师的这一半确定啦，可是你们呢？你们要确定啊，你们要确定说这一次我要学真的，你不要管要不要付钱嘛。你这一次如果要学真的话，那老师说的你要听嘛。什么叫做我说的你要听？就是说我请你做的作业你要交，我请你去找的那500个人，我不是很介意，我是一直跟你们说，
你们要相信我，我做这件事情做了至少一辈子嘛，我不知道上辈子怎么做，我感觉是非常像，也有做过啦，我至少做了一辈子了。我在跟你们说的事情是，我说你要去做，我告诉你为什么要找五百个人，好不好？跟我的收入没有，不是我的收入的关系，是因为你们现在跟我学这个东西，你学的再好都没有用，因为知道的人不够多的时候，你学的好，人家会说你学的不好，这才冤枉。所以我才会说你们要多找人来听，然后我录影下来，你们多找人看，这样好不好？好，就这样哦。那个老师的那个，这叫什么？碎碎念，居然有人说我在碎碎念，好好碎碎念，念完了，我还有14分钟可以教你们。我分享那个，我分享画面给你们。这是我们的第三堂课，我们最开始的时候要用言所欲言来先学单字，先学单字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的课文要上这些哦。大家先跟我念一遍，我们今天要上的课文是黄色的里面哦。A mouse in the cheese, a cheese in the mouse. The mouse was hungry, nothing to eat. The cheese was there. 课文，那个共享萤幕好像看起来。哦，共享萤幕，没看到哦。对，你再弄一次。我再弄一次给你们哦，你们没看到共享，我先停止共享好了，好好，我先停止共享啊，然后我再共享一次。好，来，稍等哦。分享画面嘛，对不对？不要分享 Chrome， 分享你的桌面。好，就是我按分享画面嘛，对不对？对。然后分享我的 desktop， OK？ 你们这样看到了，好。然后我再去开我的这个，好。我在等它开的时候，你们跟着我念哦。今天等于是要教往下课文，要往下教了，我们来念看看哦，哈。你看得到吗？大家可以了，对不对？记不记得我们的第一堂课其实是 a mouse？ 我念完，我留一点点时间给你们跟着念哦。好 ，a mouse，a cheese， 然后就变成今天的课文喽。A mouse and cheese，a cheese and mouse。The mouse was hungry。Nothing to eat. The cheese was there. Nowhere to go. 好，这是今天的课文。这个课文本身我也寄给你了，所以你们要预习。我还是回到碎碎念那个问题哦，因为我们会越教越快。到了第十八堂课的时候，你会学会很多很多东西。But you have to listen to me.你要听我的话，我说的那个作业你要养成交作业的习惯，我还提供奖品给你们，那有这种老师啊？知道了，好了，我就不要再碎碎念了。这一节要做的叫做透过我写的寓言故事，这是我写的，我写的寓言故事叫做言所寓言，那个寓是相遇的寓的意思是说有两个东西会碰在一起，然后他们会发生很多的事。以这一篇寓言来说，就是一只老鼠会碰到一块 cheese， 然后他们会碰到很多事嘛，他们之间会发生事情。各位同学，你们有没有在听老师讲？有在听老师讲就把手放头上，像这样，我看看有没有在听我讲。有哈，有。好，林哲宏，你没有那个手放头上。林哲宏小朋友，林哲宏，我在跟你讲话，我看得到你。好了，就这样。我跟你说，老鼠跟 cheese 两个人相遇之后会发生很多事情，对不对？任何两个东西相遇都会发生事情，他们发生的那个事情叫做文法，这样懂吗？让我再讲一次好不好？我写了寓言故事当全台湾的英文课本，我写了嘛，我写了14则寓言故事，这14则寓言故事的意思是说会有 A 去遇到 B 啊，有 A 会去遇到 B， in this case 是 a mouse 会去碰到 a cheese， 是这件事情。
然后它有鼠牛虎兔龙蛇马，对不对？它有好多东西，很多的 A 会去碰到很多的 B 嘛，没错吧？好，那个 A 跟那个 B 叫做单字，然后他们发生的所有的关系，谁在谁的里面，谁在谁的上面，谁在谁的左边，在右边，他们之间发生的事情叫做文法。而这个单字跟这个文法都是靠一件事情在记得的，拜托听清楚，都只靠一件事情在记得单字跟文法，不是你的大脑，不是你的脑袋会记得，你们的脑袋都不够大，电脑才记得住单字跟文法的规则，人脑是记不住的。这就是为什么你们有200个人还在学英文，还在很辛苦的学，因为你不是用脑袋去记这个单字跟文法，不可以用脑袋去记。你要用什么记？谁知道？你要用声音来记，还记得吗？你要用你的嘴巴去记它，用声音去记它。所以我才说语跟文跟文化嘛，单字跟文法都是文啊，语文文化里面的文而已。那个文要用什么东西来记得？用你的语来记得。好，你用语去记完文以后，那个文本身要有一点水准，要有水准的单字跟有水准的文法，所以才要有文化。所以我才又特地去写了我认为很有水准的寓言故事，来承载着这些单字跟这些文法，然后让你们透过声音去把它记得。这个模式你听懂以后，你的英文就学完了，因为剩下的只是你看你是什么样的程度，是国中、高中、大学，你的程度用我说的这个逻辑、这个法嘛，我刚刚把法传给你们啊，你把这个法、这个逻辑拿去应用在任何一个程度上，你的英文就会突飞猛进。那个观念最重要，不是跟我上课很重要，你拿这样的观念去跟外师学也可以啊。什么样的观念呢？用声音去把你的单字跟文法给记得，这是最重要的观念。用你的嘴巴去背单字，还有用你的嘴巴去理解文法。那这一节在7:25以前我们要先学单字，对不对？我现在就秀给你看什么叫做用你的嘴巴去把单字记起来哦。好，你们现在嘴巴要打开了，因为这个是第一个单字了，我们用黄的已经把你圈起来了，大家都看得到，对不对？我就念给你听了，它叫做 cheese， 这是第一个。你有没有看到它上面叫做 cheek， 下面叫 sheep， sheet， tree， treesQueen, sweep, sweet, sleep, sleeve, flea, fleece, fleet, free, freeze, breeze, Greek, green, greet, three. 有没有？你们一直耳朵有没有一直听到？有吧？你耳朵一直听到，对不对？你的耳朵一直听到，一直听到，一直听到，一直听到那个 e e e， 一直听到 e， 对不对？然后你的眼睛是一直看到那个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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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两个字，你眼睛一直看到 e e。耳朵一直听到 E 的声音，然后你如果跟着我念的话，这是我们要出的字典嘛？你如果跟着我念的话，你的嘴巴会帮你把那个东西记起来。你千万不要再傻了，好不好？拜托拜托，不要再走那条老路，好不好？你们的老路是什么知道吗？老路叫做 CHEESE， 你不可能记得住的。不要走老路了，你不要嘴巴在那边胡说八道 CHEESE CHEESE， 这样好像你在背电话簿，你知道吗？你这样是记不起来的。你就是一直听我念那个字，你就一直跟着我念那个字，然后你眼睛就看着那个字， That's it， 这样就会了，这样就会了，知道了哦。我们来试一次哦。 Che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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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eseCheese, cheese， 然后你一定就一直看着他嘛。好，我不可能浪费大家时间在这边念个五分钟吧。问题是我有声音档，哎，我的档案你可以把它一直重播重播重播不就好了？懂咯？下一个字叫做这个，黄色圈起来的是什么 ？was， was， 然后再下一个字叫做 the， OK， 再来哦。
这个字叫做 and， and， 再来哦，这个字拜托不是 hungry 好不好？不要乱念，是 hungry， 哼就好了，小亨利的哼，原亨利真那个哼， hungry， 会咯， hungry， 知道了，再来哦，下一个字叫做 nothing， 你看我嘴巴有那个哦，顿一下哦， nothing， 我的人有跳一下哦， nothing。因为那个是快的音嘛 ，nothing。再来哦 ，two，two，two。再来哦 ，eat，eat，eat。再来哦 ，there，there，there。再来哦 ，nowhere。拜托不要念成 no， 不是 no， 知道吗 ？no，no，no，nowhere，nowhere。Nowhere 会咯 Nowhere 知道你不要再给我念 Nowhere 拜托拜托 Nowhere OK 再来哦 个舞不是个个咯不是个个咯个个个个个舞个别的个个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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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子咯这是单字哦而且各位同学拜托你们 我一定要让你们看我一下等我一下我嘿嘿我要干嘛？我要停止共享。我要你们看我怒的样子。哦，我气到要喝水了。他气到整个头都红了。我冷静。为了教你们这个。免费的课，为了教你们这个课，你知道我还要去刮头，我还要做。你们看到我做了一个，你们看到我做了这个，你们看到我做了这个，你们看到我做了这个，有吧？你都看到了。请问你，那你做了什么？真奇怪了，我做了，我的团队做了这样，你做了什么？你就上网，你就上线，有什么了不起的、啊？你上线有什么了不起的、啊？拜托，拜托，你如果这样子的话，你再糟蹋我，不要糟蹋我，不要糟蹋我的心血，好不好？你们要 preview， 不是 review 啊 ，preview， 你要预习这件事情，你也要复习这件事情。你真的跟我本尊上课的那个时间，这个是，哇，才25分钟，要扣掉我的碎碎念，你实际跟我上课的那个时间很短。可是因为我讲话的浓度是很够的，所以时间短没有关系。但是你要去预习，我刚刚那样念 cheese， 念 nowhere 给你听。我早就录好给你听了，你应该早就会那些字了。你只是来听我讲那个观念，然后你做作业给我改，你就100%脱胎换骨。你如果把我当成你以前的英文老师啊，你就完蛋了。你把我当成以前的英文老师，你的英文还是会学不到啊。写作业知道吗？好不好？好了，这一节就这样子哦。字单字在这里，这一节的新的单字我们都在云端的讲义上已经有了。你就算今天很惭愧在那边，我有看到有人在擦眼泪，有没有被老师骂的？来讲，你被老师骂到擦眼泪的，你把眼泪擦干。下课以后你回头去看第一节课第二节课的影带然后上 Google Classroom 去看作业是什么看看有多少人教100多个人只有30你乱来不可以这样啊好不好你教我也教这样可以吧你们是教作业的教我是教书的教懂吗你教我也教7:25休息5分钟广告后再回来是吗？5分钟去休息。
来福，不要来，不用，不用来福，不用来福，因为来福只是十分钟，不用来福。哦，好，我可以再睡睡你，可以啊，再睡睡你五分钟，对吧？当然可以啊。好啦，我们又回来啦，各位同学。我们老师说练习讲。哎，我要哦，我要换视讯，好，没事没事没事，来。怒的我又来了。喝口水。好啦，同学好，老师那个碎碎念还没完，我还没念完，在动，没有啦，要交作业啦，要交作业啦。那个现在的这一段呢、啊，这25分钟要讲的是文法。我跟你们说，你们现在线上有274个人，你们这274个人对于英文的文法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可以很简单的告诉你 ，You have no idea 文法到底在说什么了。
我可以很确定的告诉你，你们对文法的观念呢、啊，那个观念一定是错的，因为世界上没有文法这两个字，语言学界已经有这个结论，文法不存在，文法是你跟我约定俗成的一个关系嘛，你怎么说中文，我怎么说中文，我们两个约好就好了。是大家约定俗成的那个习惯叫做文法，大家跟我说一次，文法就是习惯。那好，你把文法当作文法，你把文法当作规则嘛，你想想看是不是这样子，全世界在学英文的人啊，外国人啊，全台湾在学英文的人是不是都只有这个观念，他们都认为文法叫做规则，没错吧，然后就开始考试嘛，你去学各式各样的文法的规则，然后就开始有人出题目叫你去看哪里念哪里是错的嘛，然后就把 ABCD 那个选项弄出来嘛，那个就是我们对文法的观念。问题是我就讲啊，这个样子去理解文法这两个字是错误的，文法不是规则好不好，再说一次，跟我说一次啊，文法不是规则，文法是习惯，习惯哦。好，我这一节要教你什么，要教你什么，言所欲言，学习惯，这样听到有没有，这样听到有没有，有听懂吗？你们要透过我写的一个有文化有人文素养有漂亮插图很有东方哲学味道的寓言故事，你要透过这个寓言故事来干嘛？学习惯。你跟我整整要到55分，我们现在之间整整有23分钟可以干什么？可以你跟我一起，我们一起来养成一个习惯，那就叫做学了一条文法嘛。我们来养成两个习惯，我们就学了你脑袋以为的两条文法嘛。那我们如果可以花22分钟养成10个习惯，那是不是你就学了10条文法？那我问你，这个世界上文法有几条嘛？怎么可能这个世界上有超过10000条文法吗？怎么可能？那你就花那么一点点的时间去养成一些习惯。你跟我，我们马上要养成习惯了，我们花20分钟就可以养成很多习惯。你想想看，你现在几岁了？你们各位同学，你们都几岁了？除非你是像那个，像那些画面上出现跟我学的小朋友，那个我就不骂他了。其他大人我都在骂你们，你们学了多久的文法了？你一天养成一个习惯，你们这些30-50岁的人，你的文法就学完了，你知道吗？一天养成一个习惯，你文法早就学完了。我又怒了，等一下，老师今天又怒了。我怒到脸都红了，我的天哪、啊哦、老师缺氧，耳朵也好红，真的、哦、這樣我问你们，文法是什么？习惯。习惯怎么养成？是用你的耳朵跟嘴巴养成，不是用你的脑袋养成的。你们的习惯不是用头脑养成的，习惯是用肉来养成的，懂吗？文法是一个生理反应，生理现象，它不是大脑活动，它不是大脑的现象，文法是生理的现象。生理的现象的意思是说，它就靠肉就可以了，
他不用靠脑，你知道吗？他靠的是肉，他靠的是肉。请问你，你看我的脸，你们看我的脸，这么多肉，我的脸上面的两个肉，两种肉，可以让我养成英文的习惯，所以我的英文是母语。我身上有两组肉，也让我养成了中文的习惯，所以我的中文也是母语。你们现在缺一个吗？你们都要拿两组肉。你看我这第一组是这个，第一组肉在这里，第二组肉是这个。你这里没，你不用这个，不要用这个学文法，知道吗？你用这个学文法的结果就是你们现在这副德性嘛，你们现在就是不会嘛。不要用这个学文法，用这个，然后用这个去学文法，这样懂咯？那我现在开始教你咯，我们还有整整18分钟可以养成一些习惯。开始咯，用这个跟用这个去养成习惯。A mouse and cheese， 我讲完了你都没有听到，是不是？我文法都教完了你也没在听啊。五个声音，你要用 a mouse and cheese， 是不是五个音节五个声音？ A mouse and cheese，这五个东西叫做 a mouse and cheese， right？ 没有错吧？现在是不是37分？我念一分钟给你听，你去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真正在学文法，不是你上辈子以前前半辈子那个概念。好，38哦，我念到39给你听哦。 a mouse and cheese， a mouse and cheese， a mouse and cheese。A mouse and a chees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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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use and a cheese.A mouse and a chees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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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use and a cheese. 太久了，对不对？我刚刚是不是念了一分钟？你们的耳朵被我魔音穿脑轰炸了五个音节，轰炸了一分钟嘛？我知道我没有留那个 echo 的，我没有留空白的时间给你们学啊。现在换你们咯，我给你们那个少念一点。现在你们，我看得到你们的嘴巴，现在就开始念 a mouse and a cheese， a mouse and a cheese， 念。A mouse and a cheese. 有一间房子啊，房子知道哦，有一间房子，然后呢，还有一间，教堂，会咯，房子叫做 house， 教堂叫做 church， 没问题吧？你们讲给我听，写啊，文法嘛。
一间房子跟一间教堂嘛，对不对？一间房子跟一间教堂啊，你是不是要开始写了？没错吧？然后你写的时候，你想想看哦，你写的时候，你们有人有写答案的，对 ？A house and a church， 有没有？没有，你有写那个嘛？对不对？你们自己摸摸良心，你刚刚在写的时候，你是用想的嘛？你不是用念出来的，对不对？因为它会变成 a house and a church， 你有没有发觉那种感觉 ？A house and a church， 你应该要有那种感觉，叫做 a mouse and a cheese， 然后变成 a house and a church， 对不对？你会有一种连音那种东西 ，a house and a， 有没有？我现在在跟你说的这个方法是同时让你们也学会英文最难教的连音，也同时学会英文最难教的略音，甚至于把文法也放进去，然后你的听力跟口语跟单字跟文法四件事情在同一个动作会把它学完。哪个动作？就是看起来最白痴的那个动作，就是一直念 a mouse and a cheese。A cheese and a mouse. The mouse was hungry. Nothing to eat. The cheese was there. Nowhere to go. That's it. 这是我们今天的课文嘛？我没有那个时间在我们的宝贵的25分钟里面带着大家把刚刚我念的那个八，我从头念一遍给你听啊，我数给你听到底有多少。有够简单，它很短嘛。我从头念哦，数看看哦。A mouse, a cheese, a mouse and a cheese, a cheese and a mouse. The mouse was hungry. Nothing to eat. The cheese was there. Nowhere to go. 是不是八行 ？This.Is week number three. 你们已经有14天可以学这八行东西，对不对？14天学八行等于你一天学会 a mouse 就好了。第二天学 a cheese, a mouse and a cheese, a cheese and a mouse. The mouse was hungry, nothing to eat. The cheese was there.Nowhere to go. 这八行你们下一个礼拜三以前你一定要会背出来嘛。你不背我怎么跟你建立这两个字，因为这是习惯嘛。你要先养成那个习惯。透过七天的时间我去录音我都录好给你啦。你透过七天的时间去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然后一直背一直背，去养成你耳朵跟嘴巴的什么习惯。好，那个习惯其实叫做文法啦。然后那个习惯一旦养成，听清楚，一旦养成以后，任何违背那个习惯的动作，你都会听起来好像有一根针在刺你的耳朵一样，这样懂吗？有没有被针刺过耳朵？耳朵过来，我给你堵了一样。我教书要这样做。听妈懂，我书教样这懂不听，有没有？你们刚听我讲话是不是好像你耳朵不在？你们刚听我讲话是不是根本听不懂我在说什么？请问你有判断吗？根本不用，你是耳朵觉得萧文乾刚刚讲的那个东西跟我平常的听国语的习惯不一样。That's it， 就这样。
换句话说，你用我的方法学英文文法以后，以后你去考托福、考学测、考高中，不管你考什么了，你以后去考试的时候，你就像我考试一样。你知道我怎么考托福的？我托福考满分呢。我考托福有多快，你知道吗？我就是拿到考卷，对不对？我自己念一遍，对不对？我觉得，哎呦，等一下，我觉得念这个耳朵好痛，那个就错了，那个答案就错了 ，A B C D 那个让我觉得耳朵痛的那个就错了，所以我把考卷念完，我题目就写完了嘛。考卷念完，题目就写完，才叫做你会文法。如果你要在那边想半天，在那边想什么词接在什么词后面，想时态的时候，拜托拜托，全台湾听清楚，你根本在做数学，你在学的是数学，不是英文。我们全台湾都把英文当数学在教，英文应该把它当音乐课在教。A mouse and a cheese, a cheese and a mouse. The mouse was hungry, nothing to eat. The cheese was there, nowhere to go. 它应该是这个调调，然后这个调调你就是自己去疲劳轰炸你自己的耳朵，这样叫做你移民到了美国，可是没有花机票钱。这样才叫做美语环境，拜托拜托，听懂了吗？刚刚那个动作叫做美语环境，美语环境在台湾变成什么你知道吗？变成大家在黑板上写 blackboard， 在桌上写 desk， 在电脑上面写 computer，然后我们就骗自己说那样叫做美语环境。你们有家里有小学生有国中生都知道，我们是安息安内内部委哦，我们是这样在乱搞的哦。如果你看到上面有写英文就叫做美语环境的话，请问你这边是不是中文环境？这样贴这个，我在这里贴个墙壁，在这边贴个台灯，你会不会觉得很傻？哪有人这样学中文的？好了，我再回到学文法这件事情哦。我今天教了你们最重要的观念，就是文法不是规则，文法只是习惯。它只是一种习惯，什么样的习惯？耳朵听东西的习惯，跟嘴巴讲东西的习惯。所以它是用肉在记的，它是用肉啊，用肌肉在记。所以它是一个生理的反应，它不是大脑的反应，它是个生理现象。生理现象叫做，听清楚，生理现象叫做啊，大概五岁的小孩就懂了。你看我们学国语是不是在五岁就听懂所有的文法了？五岁大概就懂了，因为他不，五岁哪有脑袋？你告诉我，五岁就是一直累积习惯嘛？什么样的习惯？口音的习惯。那我们这堂课要怎么让你们在短短的18周累积习惯呢？就是我会预先录好嘛，我已经预先录，大倩都已经把影片给你们了，预先录好，你们就一直放一直放一直放，然后那个就变成我们两个之间的习惯。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我现在秀给你看哦。当你们有那个习惯以后，我才能够这样教你们呢。我现在要分享画面给你们，嘿，各位同学，你们看一下黑板，对不对？这里，你们看一下黑板，我先念给你听哦。Once upon a time in a land which is far, far away, there lived。哦，没有声音啊！哦，他这么爱听吗？哦，
现在听得到我的声音吗？好，我们两个之间呢，我跟你们这299个人之间的关系啊，我们教文法的之间这个关系要怎么建立？你先听清楚哦，把这个逻辑先厘清啊。你们这300个人的文法的程度不一嘛？你们我怎么知道谁会什么？可是 that's not important to me， 我根本不需要知道你的文法程度是什么，因为你们的文法程度都是零嘛，现在是零嘛，因为我已经跟你解释了，你的文法叫做你的口语的习惯。你们现在没有口语的习惯呢，我跟你之间没有任何口语的交集嘛，所以我没有办法教你文法，是因为你没有我的口语的那个习惯。好，那怎么办？逻辑很清楚啊，我先跟你建立习惯就好了嘛，我们先建立习惯嘛。建立什么习惯？这张，没错吧？这张嘛，这里总共有14行嘛，对不对？这14句话就是我跟你要先建立起来的口语的习惯。我们建立起来这个习惯以后，我就可以把你本来很单纯的习惯，单细胞生物啊，你本来很单纯的习惯，我可以逐步的把那个习惯变成稍微复杂一点的习惯，再变得稍微复杂一点的习惯，再复杂一点， week by week， day by day， line by line， word by word， 我把我们之间建立起来的最基础的14句话的习惯慢慢把它养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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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第18周以后，你们的嘴巴的习惯，嘴巴的习惯从一个比较单纯的习惯变成这个嘛，这个逻辑我们一定要有。如果我直接拿这一章第18课嘛，对不对？我的期末的，我如果直接拿第18堂课的结果来开始教你所谓的文法的话，那我跟外面的所有的英文老师都同一个，都一样嘛，我不是那样子在教嘛，好不好？所以这是我给你的保证哦，18堂课以后你一定会这个的。你要给我的保证是你第5堂课以前你要会这个啊，这么简单。可是我看你们交作业的那个态势，老师，我要碎碎念了，我不要碎碎念，我不要碎碎念，我就说你们要记得了，好不好？这25分钟非常非常值得啊！这25分钟我们等于把全台湾都教育了一次，到底什么叫做文法？它不是大脑的推理，它是耳朵跟嘴巴的生理反应。硬叫做文法，所以你们必须答应我一件事，下礼拜三以前，你可不可以把这个，把这一篇呢背起来，好不好？下礼拜三嘛，背起来。你给我嘴巴那个习惯，我就可以给你这么难的习惯。你如果不会这个，你如果不会这个的话，我跟你讲，我连怎么开始跟你谈复数我都不知道。你千万千万不要以为复数叫做名词的后面加 s 或 es 或去 y 加 ies 或不规则，你千万千万不要掉入那个陷阱。复数不是什么名词后面加，不是那个复数是什么？复数是你耳朵，你耳朵听到，你耳朵听到那个习惯 houses， 你听到那个习惯，那个叫做复数。 OK， 好啦。
我没有那个五分钟，五分钟。哦，休息，喝水，降火气，有没有青草茶？在哪里吗？部长。在桌上。好了。他在哪里？这个。这个。对，音乐。好，这个。对。哦。这边。对，这个。哦，好，好，懂。好 ，OK，OK，OK。谢啦。回来喽，上课喽，同学回来了。同学回来上课，同学回来上课了。来吧，
时光飞逝，岁月，对，就那一句了。来给我，我要喝茶。谢啦。这是降火气的，你们要记得交作业，知道吗？好了，我同意啊。现在有296个人在线上嘛，对不对？我同意比上个礼拜多啊。啊，我们讲好说好的500人呢？说好的呢？记得、啊、下礼拜最后一次啊，第四堂课嘛，去找多一点来听啊，好不好？好，我跟你说，这一节我们要花25分钟做的事情是透过西方的经典来谈一下文化。我们谈的文化其实不局限在西方文化啦，就是东方文化、西方文化各式各样。人文色彩，就是那大概是那种东西了，文学技巧、修辞啊，大概是那些东西。我们选定的那一个文本，从第一个礼拜就开始讲了，叫做 Blake 这一个英国的浪漫诗人，他的有一本书叫做《The Marriage of Heaven and Hell》，就是他把天堂跟地狱当作天堂跟地狱当作他当媒人啊，把他们嫁娶放在一起，让他们嫁娶嫁就对了啦，天堂跟地狱放在一起。然后因为我们之间的这样的教学的关系，我只能挑出片段来跟你们分享。我们到目前为止讲的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他的三句话，那三句话你们应该背起来。为什么应该背起来？这个时候就跟刚刚说的文法无关哦。你们应该背起来不是因为你要去学会某种习惯，这时候就是脑袋了。这个时候开始，小学生可能听不懂，接下来25分钟小学生可能开始听不懂，然后这时候你们的英文程度就不重要了，你的人文吸收的方式很重要。我们挑的那三句话其实是同一个句型，还记得吗？叫做 In seed time learn, In harvest teach, In winter enjoy。非常非常好听耐听的三句话，它其实不是三句话，它是一句话的三段，可是你把它理解成三段也不对，因为它是三个浪花，三朵浪，知道吗？三朵浪花，然后第一波的海浪跑过来的时候，第一波的浪打上海岸的时候，第一波的浪过来叫做 in seed time learn， 第一波嘛，在播种的季节赶快学东西。这是几百年前的英国诗人写给你们这300人听的，你看就这么巧，是写给你们听的。你们现在叫做 learn， 可是你们现在什么时候 learn？ In seed time learn， 你们正在种子的时间学。第二个浪花打过来的时候，它会夹着第一个浪花的余威吗？有没有涨潮嘛，对不对？它浪越来越大嘛。第二波的浪花打过来的时候，因为你已经习惯了第一句的句型啦，你已经习惯说 in seed time learn， 所以第二句他就说啦 in harvest。 你有没有发觉它本来是 seed time， 它后来就变 harvest， 它是第二件事咯。你有没有发觉我的声音变高？ in seed time learn， in harvestteach， 当你丰收的时候就去教书。他在说谁？对不对？他在说我嘛。我现在在丰收期嘛，有没有丰满的脸？我人生太丰满了。我在我的人生的46岁的高峰嘛，我在丰收嘛，
我读了一辈子的书，我教了一辈子的书，我现在累积了很多资源跟团队嘛，在我身上叫做 harvest， 丰收，大丰收的时候要做什么？大丰收的时候要做什么？他没有说 in harvest eat， 没有吧？他没有这样说，那是我们台东的原住民朋友才会说，我们丰年祭大家唱歌跳舞喝酒吃肉，有没有？不是那个，他说 in harvest。他要你干嘛？丰收的时候要去教书，你看是不是很厉害很厉害的思想？他跟你说 in seed time， 你还是种子的时候你就学嘛。你们呢？你们这三百个人现在还是种子吗？你还是在种子的时候就好好学啊，好好交作业。in seed time learn， 然后 in harvest， 你们十八周以后就丰收啦。事实上我认为今天你应该听我讲七点到八点你有丰收了，所以你那个丰收的东西要去分享叫 teach。 我可以帮你改 Blake 的话，他应该叫做 in harvest share， 对不对？ in seed time learn， in harvest teach， 变成 in harvest share， 分享出去嘛，佛教叫回向嘛，回向法界一切众生就这个意思嘛。 in harvest share， 把它扩大嘛。怎么扩大？我现在是不是一个人？我现在一个人，我一扩大变成302个人嘛。你们现在有302个人在听 Blake 的这段话嘛？这一段话是非常有水准的又很简单的英文，所以你们应该把它背起来。背起来以后要干嘛呢？我告诉你，没有要干嘛。你们跟外商的朋友再怎么了不起，去酒吧喝酒，大概也很难聊到这么有水准的话题。但是，它会内化到你的生命里面，然后你会用你的谈吐表现出来 Blake 这个诗人的思想嘛。你可能会突然讲出 In 三年级 learn，in 六年级 share， 有没有？对不对？然后最后一句啊，第三个浪来了，第三个浪超厉害的啊，我看到觉得难怪人家是大诗人啊，因为我的小小的脑袋还是二元对立啊，我觉得一个叫做播种，一个叫做收割啊，我接下来就不知道要讲什么了。他还有第三个，他说 in winter， winter 是最冷的时候，In winter 要干嘛 ？Enjoy， 好厉害啊 ！In winter enjoy， 什么叫 winter 啊？我们现在正在全球一起度过武汉肺炎的寒冬嘛？你看是不是？现在就是寒冬，百业萧条，大家都关起来的那个寒冬。然后 Blake 说 ，In winter 要怎样 ？Enjoy， 你看多厉害啊！三句话哦。In seed time, learn. In harvest, teach. In winter, enjoy. 背起来，背起来的最好的方法是抄下来。我现在透过大倩的镜头，我来教你们怎么写，教你们怎么写。你们看哦，我现在会慢慢走过去哦，我把镜头切换成这个，怎么样学文化的东西是这样学的哦。我都已经免费的在云端给你们这个，我都给你们这个六线谱，对不对？然后我希望你们写什么呢？我希望你们写我刚刚念的那三句话，因为要学这么概括性的东西吼，要用比较漂亮的字体去写，知道吗？高级的英文就用高级的字体来写。In seed time， 连不连起来都可以了。Seed time。Learn， 高起来哦。
然后呢 ，in harvest。Teach. So, what do you call it? In winter, what do you In winter, 要干嘛 ？Enjoy. OK. 写完之后干什么呢？换笔嘛，对不对？要有一支蓝的圆珠笔，一支红的圆珠笔啊。你们要开始把 T cross the T's, right? Cross the T's, dot the I's. 嗯。And then 分号。写的大一点比较漂亮嘛，对不对？然后这个 T 也这样横过去，好像中文写书法有没有 T？ And then 这边来个分号，这样嘛，对不对？然后 Winter 这边是点啊，好像书法有没有？好像书法，这边也点啊 ，Enjoy 这边也点，最后在这边呢？要句点吗？好，句点，像这样嘛，对不对？In seed time learn, in harvest teach, in winter enjoy. 然后如果我们把这个句点变成上面这样的分号的话，我是不是可以写第四句？第四句就用同样的句型吗？然后呢 ？In 什么呢 ？In Taiwan那在台湾干嘛呢？不是在台湾里面了、啊、，in Taiwan 这是双关语了。in Taiwan 要干嘛呢？我们可以相信台湾嘛，对不对？台湾人的各式各样的爱啊，各种勇气嘛，对不对？然后这是第四行啦，因为写不完啦，那就来个句点吧。然后这边再来一点嘛，对不对？然后这边再来一点 ，OK。各位同学，老师继续碎碎念，交作业，你们交作业，我送你这一张好不好？这张，就这张，这张送给谁？交作业，就这个礼拜交作业最好的人好了，我这样写，我来挑。字送给你，字谁？字好好教的你，好好教的您 ，right？ 写给你的哦，这是给好好教的您 ，from 谁 ？from me， 从我啊 ，from。好好教的谁？我 ，me。今天是20200325，对不对？雨打雾。就这样，来，我跟你说，这张是你们的，嘿，这张是你们的那个，这叫什么？写作业的奖品，
我念给你们听啊。In seed time learn, in harvest teach, in winter enjoy, in Taiwan believe. 知道哦，我跟你们说，你们如果以后要做任何形式的生意，做生意有没有？台湾的小孩不是要跟全球打交道吗？我说的生意就是打交道啊。你们买一张好一点的纸啊，一张纸啊，顶多20块，好不好？好一点的纸啊，有质感一点的厚厚的纸啊，你就用红色的原子笔跟蓝色的原子笔写这三句话给任何你想打交道的外国朋友，他一定会觉得你好雅哦。如果你还有那么一点点英文的话，你可以再加这句话，叫做 In Taiwan Believe。 我跟你说，这个叫做万灵丹呢。如果你有好朋友去教书了，去教书你就写这个给他，他就会觉得你在讲 teach 是在讲他。你如果有小朋友在读书，你送他，他就会觉得你在 learn， 你在讲他。你冬天寄这个，你冬天写这个卡片给人家，人家就会觉得说，哇，你好厉害哦，专门知道冬天要写这个，知道吗？然后 in Taiwan believe， 这是万金油嘛，随便都可以写，对不对？想清楚哦，这个字是不是可以换？换什么字？任何字，知道吗？譬如说你要交的那个朋友叫做那个 Johnny， 你要写什么？ In Johnny believe。 你要写给 Mary， 你就写 In Mary believe。 OK， 拿一个好一点的纸，好好的写这些字，你等于是你或你的小朋友啦，这一辈子有交不完的朋友啊，而且你这辈子有送不完的礼物啊，因为这句话太好改了，而且对方只要有一点点人文素养，看到都会知道这一定是某个大文豪的某种改写嘛，好不好？这一段的目的是要跟你们讲这件事呢，这个嘛，藏教文化嘛，对不对？这个是不是最典型的叫做西方经典嘛 ？Blake。然后最典型的我们有笔嘛，你不一定要买钢笔啊，这买钢笔是另外一件事嘛。可是你看哦，这边如果是放阿平拿原子笔给我，红蓝各一支给我，我跟你说这样还是很好看啊。你看看你们可以这样子啊，这样也蛮好的啊，对不对？像这样子啊，对不对？你们把这个图啊，我跟你讲，那个大庆，你再 zoom out 一下好不好？你们把对像这样，我跟你讲，各位同学，你们把这样的一个图啊，这样的事情啊，我跟你讲，就算你没有这个了，假设你没有这个了，我跟你说，你就把，然后你也没有这个灯了，好不好？你没有这个，我知道你们。书房里面没有这个啊，但是你有这张啊，这张我确定你有啊，啊，这两只我确定你有啊，一只10块啊，我确定你有这个啊。我跟你说，光是这样啊，你把这个画面想一想嘛，对不对？这样叫做什么？然后这样应该在你的小孩的书桌上出现啊。你小孩书桌上现在一定是考试嘛，一定是考卷，你不要骗我好不好？一定是考卷跟课本啊，可是应该是这个东西嘛。这难道不能考试吗？有没有还是一样吗？这些都是啊 ，Blake，Blake，Blake，us。那这样是不是把几百年前的英国人的文学，跟我们台湾人的现况结合在一起？然后结合在一起的方式是透过两支颜色嘛，然后好好的写我们台湾自己发明的高山体嘛 ，right？ 这样叫做那个，这样叫做文化吗？然后没有很难呐、啊，真的没有很难啊。可是你要做啊。要做，等一下，要做嘛，你要交作业。好了，就这样。我老师累了，好，老师怒了，老师累了，老师回座位坐好，好，我回座位坐好。哦，好灵气戏啊，哇，我好灵气戏啊。我要干嘛？我已经气到不知道干嘛了啊。我们谢谢那个
长进人就是大倩，好不好？还有五分钟，你看我们今天教多浓的东西，我们还有五分钟可以学。我好好再跟你们讲一下刚刚那个 marriage of heaven and hell 那件事情。当初为什么会找到这一篇呢？是因为我们的 mouse 记得吗？因为有 mouse 我们才去找到 Blake。 找到他是找到什么呢？我给你们看他的原文是在这里啊。 If you remember 在这里你看哦，是不是 ？In seed time learn, in harvest teach, in winter enjoy。然后呢，再往下，有没有看到这边 ？The rat, the mouse, the fox, the rabbit watch the roots. The lion, the tiger, the horse, the elephant watch the fruits。然后你们不要看到眼睛，不要看到 T Y G E R 就在那边大惊小怪说人家拼错了，好不好？是我们自己没水准，大惊小怪的。英文的拼音一直都在变呢，当年是这样拼的啦，完全不用管这件事情，好不好？然后呢，你们看到这个 The rat, the mouse, the fox, the rabbit watch the roots. The lion, the tiger, the horse, the elephant watch the fruits. 你们有没有一种感觉啊？就是说，你可能这一辈子，除非上我的课啊，你这辈子可能从来不会去看到所谓的 Blake 这个人的那一本书 Marriage of Heaven and Hell 的那样的书里面。可是你们发觉啊，它比你想象中的简单。这是大学外文系大三在必修的这种英国文学史里面会出现的东西吗？可是你们发觉当它很简单的时候啊，它应该，你应该有心里一种感觉，就是所谓的经典，所谓的文学跟你的距离其实没那么远。我承认这个是我要去找，没有错啦。但是既然我们都有这种师生的缘分嘛，你就可以以 Blake 当作圆心呢、啊。有画过圆规吗？你们就把 Blake 当作圆规那根针，有没有？你的心量够大，你的半径就画大一点嘛。你的英文本来够好，那个半径就大一点。你的英文程度不好，你的半径就小一点。你从 Blake 当圆心去出发，画一个圆嘛。你看看 Blake 他那个时候跟他同年代的人大概是什么？这时候维基百科超简单的，不是吗？你也可以去看看，你就直接打 the rat, the mouse, the fox, the rabbit， 你就会看到很多很多相关的东西嘛。OK， 然后你看，不但有那些东西，还有这个啊，这都在你们的讲义里面。你看多漂亮的东西啊！The Marriage of Heaven and Hell， 有没有看到这个这张图里面每一个人都是两个两个两个结合在一起，然后飞起来，有没有 ？OK， 然后你们再往下看，还有这个，这么漂亮的书里面，你看看这么漂亮的东西，都给孩子接触一下嘛。我知道你们现在有小朋友在旁边，你给他看一下，这个叫英文啊，这个叫英文课本。The rat, the mouse, the fox, the rabbit。 然后你看那个 rabbit 当初也是这样拼的、R-A-B-B-E-T， 有没有？ Watch the roots, the lion, the tiger, the horse, the elephant, watch the fruits。 如果你高兴的话就往下念嘛，对不对？往下念，比如说这一句啊， Everything possible to be believed is an image of truth。 你高兴就把它背起来嘛，好吧。好啦，时间到这里了，请你们再去休息五分钟，然后我们就来想想看你今天累积了哪些问题。然后那个，我知道你们有问过，就前两周的问题，我等一下也会一并回答啦。有问题就直接打，那个部长会帮你们，睡水部长会帮你们。来，嘿，
洗论文啊，洗论文，交作业，五百人。上课喽，各位同学，老师还在怒。我没有孔子那种境界，什么什么不怒什么而威哦，我没有，我怒了，我怒了也不威啊。来吧，回答问题。你要那个，你会把它弄上去吗？还是？对。好，好，好。部长很好，那个部长在帮大家整理问题。今天提问的时候啊，我出你们的作业。第一个作业。写这个，你就写这个，写的最像的，写的最像的，把这张拿走嘛，就这么简单，好不好？写的最像，把这张拿走。若你们要加分题的话，你可以在这里面改一点点东西啊，对不对？你看你相信谁吗 ？In Taiwan believe 也可以啊 ，In computers believe 也可以啊 ，In money。Believe 也可以啊 ，In cash believe，In God believe， 通通都可以，好吧，这边可以换嘛。
好，就这样写哦。至于那个字怎么连，有没有？我其实已经写过一个那个，哎，嘉文，你有没有那个啊？我写的那个草写的那个扫描的那一张哦，哪一个？某一张那个，对啊，这张，来，我给你们，我有这一张，我把这张也给你们，好不好？你可以直接那个啊，这是我给我自己儿童班的小朋友的，我把这张也给你们。哎，我除了什么以外，我通通给你们，你们这些人，你们给了我什么？你告诉我，我通通给你们，你们交作业给我了，好不好？拜托拜托了，交作业了。好了，那个，我可以看到题目在哪里吗？在哪里？现在。好嘞，大家是不是都有看到那个屏幕？都有看到题目，举那个手放头上，我看看，看到题目了没有？蔡维俊，你有看到吗？有，好，有，好。老师，请问你有时候 harvest 是一清，有时候是一一，语调上有什么讲究？我跟你讲 ，harvest 这个字是双音节啊，如果单独念它的时候叫做 harvest， 单独念它叫 harvest。如果它放在一个句子的里面的时候，它就叫做 harvest， 因为那句子还没完嘛。我有时候念 in harvest teach， 是因为我认为我念的时候，我认为那句话没讲完，叫做 in harvest teach， 我认为这样才讲完。我有时候会这样念哦， in harvest teach， 在我的语言的习惯。对不起啊，在我的语言的习惯里面，我把它当做这句话讲完了。In harvest 这个概念已经结束了，在丰收的时候要干嘛？要干嘛呢？要 teach。OK， 所以语调上的讲究就是这样子啊。我自己觉得那个语义的段落到底告一段落了没有？我认为有，我就这样念；我认为没有的话，我就把它念成一一一声一声。第二个老师上次连写写小写，那请问高山大哦大写高山体的 A 到 Z 怎么写吗？那个就是我刚给你们看的那一张嘛，对不对？你们现在看得到我的一点点屏幕吗？好，就是我刚给你们那一张。Margaret 对大家说，许愿英语课变成音乐课，下一堂课语文告一段落，文化单元出现一首中英对唱歌。哦，你要唱歌啊？好啊，你在说我吗？好了。英语课变成音乐课是对的啦，我跟你讲，这个世界上的语文都是音乐啊。很可惜，台湾把英文课变成数学课。台湾把英文课变数学课，体现在两个方面，分别出现在单字跟文法这两个方面。各位一定都有这种人生的经验啊，我跟你讲，这是很悲哀的，可是你们一定有这个经验，你们到现在都有这个经验，就是把英文当数学。什么意思呢？我现在就问你们喽。你们单词有几个？我在问你们呢，你们这300个人呢，你们单词有几个？是不是常常被这样问？你是不是常常问小孩子，你单词有几个？你单词量现在有多少？我们的国家还硬性规定，哎，有没有小学生、国中生、高中生啊，1200啊、400啊、2000啊？你看是不是最标准的把英文当数学在规定了？最标准的，会字不如智慧不如会字吗？你有智慧倒不如去好好使用那些字啊！你看我写的寓言故事，那些字有够简单的吗？第体现我们把英文课变成数学课的第二个方面啊，就是第一个方面叫单字嘛，一直问数量啊。第二个就是把那些规则当作数学方程式在学，通通都是函数嘛。f of x 等于 x 平方加 y 平方那个东西，它永远都是函数嘛。文法其实被台湾变成函数了。可是我就跟你说，我们应该把它扭转过来，文法应该变成声音的习惯而已、啊、好啦，那个叫语感嘛。我说的东西就是把文法转化成为语感这两个字嘛。好啦，陈敏对大家说，请问高山体可否注册？陈敏，你是很有趣的一个人哎、欸，就是你的中文让我觉得还蛮妙的。你在问我说你要去拿去注册吗？还是你在问我要不要拿来注册？法律的事情，那个我自己有我心中自己有定见呐、啊。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对这种事情的看法。
就是世界上的东西都不是秘密，都可以当公共财给世界上所有的人了，都可以了。有因缘的人就拿去嘛，有福报的人拿去啊，你有智慧的拿去嘛。那你拿去以后，你拿去，从我的出发点，你拿去用就好了。你拿去以后，你要拿去盈利，你要拿去赚钱，那不是很奇怪的事吗？就是当初我是免费教你，我是免费公开，结果你把它拿去赚钱，那也很好啊。你有那个福报，你拿去赚钱，然后有可能就会那个啊，有可能就会是逮鸡嘛，因为社会有他自己的法律规范嘛。我讲这么多的意思是在跟你讲说啊，注册当然可以去做啊，都是防君子不防小人啊，好吧，当然可以注册。易安说，Blake 名句中有英国的不同追求，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我有什么解释啊？对英国的就是，哦，没有，就是那几只动物嘛，有没有那几只动物？有些人是看因啊，有几只动物看果嘛，那个什么老鼠啊，跟那个兔子啊，他们去追求root 因跟追求 fruit 果，那只是比喻啦。我跟你讲 ，Blake 其实是在谈，没讲出来的那个东西啦。你看他是不是很明显？他有三部曲嘛？他在谈 in seed time learn, in harvest teach， 可是他最后还讲了 in winter enjoy 嘛，表示说他在讲的 roots 跟 fruits。一定还有第三个，可是他没有讲出来嘛，因为他是非常神秘主义的人啊。他那个人其实就是以我们的立场来说，叫做很有信仰感的人。他的信仰很深啊。那他很有信仰的意思是什么呢？你看他的书名是不是叫做我把 marriage 对不对？我把 heaven 跟我把 hell。结婚嘛，对，我替这两个人证婚，把它放在一起，对不对？你们用最简单的逻辑推理就知道 ，heaven 跟 hell 结婚之后一定会有后代嘛，对不对？那个后代是不是？你看我的手，那个后代就是第三个东西嘛 ，seed time learn, harvest teach, winter enjoy 嘛，没错吧？这个是 marriage， 这是 heaven， 这是 hell， 这是他们的小孩嘛。那这个是 roots， 这个是 fruits， 他没有讲的那个东西，他隐而未讲，不表示他没有想嘛。你应该去想的是这个嘛，除了因跟果之外，还有第三个东西嘛。OK， 国高中生没有很强的口语习惯怎么办？就去累积很强的口语习惯啊。当然是许湘如说的这个啊，第六题嘛，第六个问题啊，国高中生没有很强的口语习惯，只能大脑推理学习。以应付大量的体制内容，是啊，这就是过去七十年来台湾最可怜的现象嘛。那既然我们提出来有这个做法，就不要等到国高中才去累积口语习惯嘛。他可以从三岁、五岁小学就开始累积口语习惯啊，然后你就会发现，我跟你讲啊，我们一起好不好？我们这三百个人呢、啊，我们一起为台湾的下一代努力推广我说的这个方法。不出十年就没有文法课本了嘛，因为它都是语感而已，它只是一个感觉就够了嘛，好不好？请问老师，我们平常看到文章都是印刷题，学生困惑书写题有什么用？没有什么用啊，就漂亮而已啊，好不好？那个 Fanny 哦，漂亮够不够？漂亮好不好用？ Fanny， 你是，我猜你是女生啦，你一定觉得漂亮很重要啊，对不对？不、哦，那个我还是很正经的回答你，好不好？印刷，印刷，干嘛这样啊？我认真的回答你了。印刷体，平常看到都是印刷体，没有错。写书写体是让小孩子在被印刷体的左脑的那么多直线给框架住，给扼杀了童年之前。让他有一些些写曲线、写人文、培养美感的经验，只是这样子啦。更何况，我们平常看到的文章都是印刷体，这句话是你说的。我看的东西可不一定都是印刷体嘛，有非常多的东西也是书写体啊。再退一万步的想啊，
写字好看一点不是很好吗？好不好？刘哲瑞说想知道五千音字典什么时候可以买得到？你不要问我，要问那个没有啊？不知道哎、欸，一个月吧。I really don't know， 不能乱讲，不能乱讲，好了，三个月吧，好，尽快好不好？不对，刘哲瑞，我想问你，你的作业什么时候要交？清美玉说，若有兴趣将里面的句子有感觉的短句翻成中文，您是否愿意帮忙改？我愿意帮忙改，可是我一定没有那个时间改、啊、清美玉啊，我愿意啊，可是我没有时间帮你改。但是我非常鼓励你翻成中文以后交到 Google Classroom 里面，让其他同学看到你有299个同学可以帮你看看，你有我的指定的三个学艺股长帮你看好了，其他的同学看不到，我知道了，我如果认为他写得够好的话，我把它公布不就好了吗？你翻成中文我非常鼓励了，好不好、哦、我不敢乱讲说我愿意帮你， 这种话不能乱讲，但是我非常鼓励你这样做、哦、我偷偷跟你讲、啊、你写你一定很少人会写啦，你写我帮你改，就这样，大家都没听到，好，就这样。当我们用声音养成习惯，如何让声音连接意思呢？它不是这样的，声音养成习惯以后它就直接连接成意思了啦。 A mouse and a cheese， 你难道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好不好 Fanny 啊，我跟你说、啊、你们现在都在问我一件啊你没有做到的事情， 你们都在问我说，哎，老师你叫我把那个寓言故事背起来以后就会有文法的语感，那怎么连呢？可是你先把它背起来，你就不会问这个问题，因为你自己就知道答案了。倒装句有主词跟没有主词有没有什么不同的？没有啦，倒装句 的主词没有主词就是 in God we trust 跟 in God trust， 那个有没有 we 那个字啊，纯粹是个人的那个写作风格而已啦。古时候的英文我觉得蛮雅的啦，我觉得没有加那个主词蛮好的，没有加那个代名词蛮好的。 in Taiwan we believe 也可以啊，可是 in Taiwan believe 我觉得那个味道蛮好的。Okay. Yes. 刚才那个 Fanny 应该就是、上个礼拜师资舞班的时候有一个问一个问题，对，那一天师资舞班有教音小师大，对，然后我们有教到那个 pan 跟 pen， 对，然后我们不是说声音把这个搞清楚了以后，对，九宫格就继续往下走嘛。Fanny 有问说那我要怎么样知道 pan 是锅子？懂。Fanny， 如果你问的问题是说、啊、我现在念 mouse 或者是我念 pan 跟 pen， 我怎么知道 pan 是锅子 pen 是钢笔的话，答案就是刘哲瑞问我的那个五千字的音典什么时候出了，答案是那个了、啊、我们团队很努力，我跟你说我们真的很努力了啊啊！我跟你说我们真的很穷，这就是我们真的很努力，我们要做的事情啊，应该是教育部在做，这摊不这大，对不？这摊是我们伟大的中华民国政府70年来的英文教育政策一直在胡搞瞎搞吗？是这一摊会这么累这么久，是因为我们应该由教育部的概念去编字典吗？你怎么可能叫我一个光头我编什么字典啊？你们知道吗？所以请那个。给我们多一点点耐心，因为我们每天还是在很认真的准备课程嘛，好不好？国中生已经是2000字典卖完了，2000字典，对啊，我们2000字典卖完了，对啊，对，卖完一年了，卖完一年了，是啦，是，我不知道部长在说什么，但是没关系。好，国中生已经中毒很深，但是又学不好，该怎么让他们不用大脑学文法呢？啊，就是语感啊，就是语感，他国中了嘛。他国中，我讲一句不客气的话，人不是我台嘛，人嘛不是你台啊，也不是惠儿台，这不是你杀的嘛。国中生中毒很深，我觉得我讲一个比较那样子的话好不好？他生不逢时，他生不逢时，可是我们这些人。有那个道德上的责任，让现在还在肚子里面的那个总可以了吧？你如果有孕妇的朋友，你跟他说现在有一个光头在喂他，
肚子里面的小孩英文就要改懂，总可以了吧？心量放大一点啦，中毒很深，那个毒你要去解铃还需系铃人，你要去解那个毒，你要把这个系统给改好嘛。我们全台湾都在防疫，我们都有这种概念啊，中毒很深那就改啊，勇敢一点就改嘛。如果国中生已经中毒很深，那高中生不是中毒更深啊，大学生更深啊，你们这290个人不是更深，好吧？老师的英文抄写大小写可否上传给你们？可以的。请问研所预言什么时候出版？你问的太好了，研所预言很快会出版，因为我跟张嘉文只剩下4只动物要画了，我们已经有10只动物了。哎，嘉文你拿那个今天印的那个给我好不好？有吗？这边有吗？就我们有印 一张大大的吗？对不对？好，请问老师，高一的学生音标看不懂不会念怎么办？啊，就去学音标啊，怎么办啊？我的讲义里面有一张是 KK 音标跟注音符号的对照的那一张，你请那个高一的同学去看，他20%，10分钟就会念所有的 KK 音标了，10分钟就够了。这个高一同学啊，因为高中生了，已经很聪明了。老师的奖励要到于晨玉是那个小妹妹是不是啊？老师的奖励要到哪里领？我最后你们作业交好交满之后，我们如果那个时候有疫情控制会现场的话，我带去某个现场我们来发吗？我可以那个奏乐然后发给你啊。如果那时候疫情还没有控制的话，就用记得，好吧？没有，请问老师 TOEIC 的高分要从哪些的听和说的文本来加强哦？TOEIC 的高分从这个开始，你们看得到吗？从这个，然后 HIPPO， 你如果觉得我都要考多益了，你看不起我吗？萧文乾，你看不起我这个不会吗？我就说我不是看不起你，我是要你用这个方式来慢慢的证明给自己看，那个听跟说的文本在哪个 level 吗？因为我不知道你的 level 现在在哪里啊，所以我们先从这么简单的听跟说的文本开始，对不对？然后是不是慢慢会进入到，是不是会慢慢进入到这个，慢慢进入到这一种文本，慢慢进入到这一种文本。如果这种文本对 HIPPO 来说也是小 case 一件的话，那么HIPPO 嘛，我记得你咯。如果第18堂课的这个对你来说的听跟说也很容易的话，你再继续问我这个问题，对不对？我给你书单跟歌曲的单跟电视跟电影这四个单，我给你这四个书不要啦，书是读的，我给你歌跟电影跟电视的清单，你去拿那些清单来当听跟说的文本，好不好？因为我根本不知道 HIPPO 几你的程度在哪里啊。好 ，OK， 还有吗？没有啦，就17个问题啊，非常好。老师还有一个哦，还有一个问题。这个是放Susanna 问的，是他说啊，我们上一次的第一个嘛，对不对？那我们就回到那个第八页。好，我回到分享画面去。我打多少钱？中了，对，真的。这个 Susanna 问说啊，第二堂课我在解释这一段 rats 跟 mouse 的形象不同，但是他不要我们这样学英文，只是要着重在押韵，这样的理解对吗？这样的理解不对啊，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在讲的意思是说，我们好好的把今天这个观念理清好不好？我放全屏给大家看好了吧。
Susanna 在问的问题啊，我的答案其实今天在七点到八点中间花了很长的时间解释，可是因为这个观念呢、啊，在我们台湾，甚至于可以说在这个地球上，所有学英文的人，除了欧美人是自己是母语以外啦，所有的东半球的所有的把英文当外语学的人，对于这一件事情的观念都是错的。所以我讲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反你的直觉啊。所以容我再解释一次，是说我们有想要教文法，不是吗？我们想要学文法吗？ Kibble 刚刚问的多义也是啊，就是考试都会考这个，考试会考文法，考试也会考单字，然后我们所有的人都在单字跟文法这两件事情上面卡关嘛。背单字卡关在于我背完我就忘，背单字的卡关在记忆力嘛。学文法的卡关在于，当文法的架构太复杂的时候，我就无法判断这个时候该用 to 还是用 ing， 还是这时候要复数，还是这个时候要用过去未来，还是完成假设语气关系代名词，这两种东西嘛。背单字我们卡关叫做记忆力弱，背了就忘。文法叫做我无法判断，我的大脑已经无法判断这个规则的答案是什么， 就卡这两关。为了解决背单字容易忘的问题，人类出版了几百万本教你怎么背单字的书。为了解决文法这个问题，我们人类也出版了几百万本教你文法的书，从来都没有人提出一个解决方法，叫做你不要用你的脑袋，因为你用你的脑袋考的是记忆力跟推理能力这两个，背单字叫做记忆力，学文法叫做推理能力。记忆在电脑里面叫做记忆体，推理能力在电脑里面叫做 CPU 嘛。换句话说，你如果要用你的记忆力跟推理能力去背单字跟学文法的话，你再把自己的大脑拿来当学英文的工具，那就有很残忍的问题，你的智商够不够高？因为智商表现的两个最明显的方式就是记忆力跟推理。如果你的智商像柯文哲那样157，他就记单字不会忘，他推理文法规则不会错，所以他考上台大医学系，但是他不会英文。他会考英文，我知道啊，但是他不会英文。所以即使你的智商已经高成那个样子，你还是在用你的脑袋去学一个根本不该用脑袋学的东西。他唯一的解，唯一的解答，这两个问题的唯一的解就是你用你的嘴巴跟耳朵去把这件事情给记下来，变成你的肌肉的记忆，这是唯一的解。好，因为你们第一次听到这种观念，你们又认为事情都可以一触可及，你们都认为说好像一个礼拜一个月就要这样， 你们那个观念又不对吗？正常来说，一个美国小孩大概6岁就会讲所有的英文，
就像台湾小孩6岁会讲所有的中文一样。所以你要准备6年的时间去让你的嘴巴跟耳朵把单字跟文法通通记起来嘛，6年嘛，6年不为过嘛。这6年应该发生在你人生的30岁到36岁呢，还是发生在小1到小6呢，还是发生在小3到小4呢？我当然认为应该发生在小1到小6那6年嘛，因为那个才叫做斩草除根，一次把我们台湾的竞争力拉起来嘛。那6年不去背单字考文法，那6年去让嘴巴跟耳朵累积大量大量的肌肉的记忆，等到他国1的时候真的要考单字跟文法的时候，他一讲他就知道啊，刚那句听起来怪怪的，他就知道答案了。你想想看，一个国1的小孩如果可以只靠语感，光凭语感就可以判断文法的话，这不是很美的一个台湾，不是很美的一个愿景吗？一个国1的小孩光靠耳朵的语感就判断文法吗？啊，这件事情不难，可是这件事情要时间。然后这件事情不但要时间，更重要的是这件事情要有共识，就像陈时中现在防疫一样，大家要有共识，要不然我说的辛辛苦苦跟你讲说要用语感去累积，结果学校根本不甩你啊，学校还是考你单字啊，那大家不就白搭了？这整件事情又打掉重来嘛。防疫的破口一直出现，一直出现，一直出现嘛，好不好？那个破口一直出现是我最担心的嘛。然后，所以我才会跟你们讲说，那个很抱歉，我早那个7点的时候失态，对不对？不是灭绝失态的失态，好不好笑？就是说，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好不容易有这么厉害的团队愿意帮我，然后我好不容易研发出来一个很完整的系统，你们也好不容易碰到武汉肺炎被我 call 过来，有300个人，好不容易嘛，然后我也好不容易，我居然说好，那4堂课都不用钱嘛，你赶快来学一下嘛，这么多的好不容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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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变得我们又不珍惜了，因为你们又不交作业了，你们不交作业也没关系，可是你要去找500个人来让这边破表嘛，要么你跟我建立共识啊，让社会上越来越多人知道，要么你不要去拉人，好像拉保险直销邪教，你不要去拉人，我接受哦，你不要去拉人我接受，那你总要写好一点的功课给我嘛，好好的交作业给我，因为以后你就是我最好的见证人嘛，你们每一个人都会是我的见证人啊。事实上我每个礼拜三不是都教小朋友吗？他们都是我很好的见证人，我只是还没有开始把他们当猴子一样一个一个带出来，然后耍猴戏给大家证明给大家看。事实上这个方法已经有孩子是见证人了。好了，最后一件事情啊，这个礼拜六的下午2点到5点，我们的师资五班的3堂课，我还是非常欢迎你们来上。我再次跟你强调，你不可以只是去看录影啊，现场这件事情的能量不一样，现场这件事情的能量是完全跟录影不一样的，而且我会督促我自己还有我的团队，我们会让线上上起来有现场感，我一定会往这个方向去努力啊！我会让线上的课有很强烈的现场感，那么我们就可以帮助到更多人。所以礼拜六的2点要记得准时上线，然后你们的作业要记得交，好不好？不要以为是3堂课就放弃嘛。礼拜六的课虽然是3堂课，你也不一定要把1、2堂学会再来嘛，你就3，不管3、7、21，多参与这个伟大的英文教改的运动，好不好？好啦，那个干杯，来，每个人都举杯，我看看，来，你们自己拿自己的，自己拿自己的，耶、yeah ！
我们等一下会那个、哦、幕后花絮最好看，你要留到最后，你不要给我下线，又不交作业又给我乱下线，不要下线，我给你们看看我们漂亮的党部的海报啊的什么的什么，我现在给你看这个东西来，这个看得到吗？我跟你说，这个叫做倒倒啊走，倒倒啊走，倒倒啊走。蓦然回首，你会看到热带雨林。慢慢画，慢慢画，慢慢画，就变这样了。OK， 这是台湾以后的英文课本。有没有很感动？有，我们要谢谢。哎，对啊，谢谢张嘉文。我跟你说，这个课本一定啊，一定美国人会买的。这个，好，就这样。大家挥挥手，拜拜。我让大倩去那个。手持了，你已经在手，我已经帮你弄到手持那边去了。架起来，我已经弄好了。好听的党歌。收收收收收收。
的电脑吗？可以啊。一般而已。呀！聊聊聊，这样太不公平了。视讯那个地方点下去，有一个往下的箭头，然后把它切换成。
那个 FaceTime 的镜头就好了。加油。拜拜。吴湘怡，我刚刚看到你在吃饭，一开始的时候，然后再看看我要跟谁说拜拜。看起来很恶心，在这边吗？你吃看看，你先吃一个。你必须先试试看。你先吃，真的还要吃。觉得吴湘怡已经把这个当成是礼拜的卡通来看。狼，你来一下。为什么一幕的？你知道，全办公室只有两个人喜欢吃。